好，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啊，这里是说有一个水库的水坝啊，这个水库的水深呢是 H 深，大 H， 这里有个水坝，现在要问水坝所受的总力跟总力矩是多少，有多少力推这个水坝，这个水坝它的力矩是多少啊，要求这个问题。那要求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样去求力呢？力就等于压力乘面积啊，可是这个压力都在变呢、啊、对不对，都在变呢、啊、好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图啊，我们从这边看过来，这个宽度就是水坝的宽度，假定是 L 啊，这水坝的高度，那这个水深度就是到这里，水深度在这里啊。好，现在我们从水坝的底端啊 ，y 公尺高的地方啊，我们取一个面积的基数，就是它的宽度是 dy， 啊，长度是 l， 这是面积基数。好，这个地方的压力乘上这个面积基数的面积，它就是这个面积基数所受到的力啊，所受到的力。OK， 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地方的压力是什么。OK， 根据帕斯卡说，这里距离顶端是 h 减 y 这么高，所以呢，这里是大气压力哦啊，所以它这是大气压力加上 rho g 大 h 减 y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左边水坝左边的力啊，那右边呢？啊，比如说你这个同一个深度，右边也有力啊，右边的力就是大气压了，就是大气压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算出左边有力，右边也有力啊，那么这两个力的合力就是这个水坝所受的合力了啊，它的合力等于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力量比较大啊，朝 x 方向啊 ，PL 减掉 PR 乘上什么呢？啊，这是压力哦，压力啊，压力乘上面积基数，就等于这个面积基数所受的力的大小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 PL 跟 PR 带进来啊，带进来，我们就发最后可以得到啊，它的合力是等于朝 x 方向，朝这个方向，然后是 rho g l h 大 h 减 y 乘上 dy，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力哦。好，那么这里所有的力呢，因为这里也有力，这里也有力，这里也有力啊，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函数来表示。那它所受的总力就是把这个 df 积分，因为它的高度是积分变数是 y 了，所以它是从零到 h 高啊。那这个积分啊，那两项积分呢、啊？记好以后合并就变成这个值哈，这个值。OK， 我这里讲得很快啊，那么你们在家里头要自己算一遍啊。F 这个应该是一个向量，不是一个单位向量，向量啊是等于 F 的力量等于这么大。OK， 好，它所受的力矩呢？啊，力矩要怎么算呢？力矩就是看，我们先看这个 df 这个力，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力的基数乘上这个 y 高，就是等于相对于 O 点，相对于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力矩啊，那这个就算力矩基数了啊，你就把这个值再乘上一个 y 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积分啊，
这个地方的力给他的力矩是这个，那所有的这个力给他的力矩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积分啊，积分按照这个积出来，它就是六分之一 rho g l 大 h 啊 ，OK， 等于这么大。所以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啊，这我们所用的都是帕斯卡斯law啊，帕斯卡斯law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啊，这是一个 U 型管，里头装了某一种的液体，当这个 U 型管在不动的时候啊，这两边两个液柱的面液面高度是一样高啊，一样高。可是当我们把这个 U 型管啊，我们拿着它往这边加速运动的时候，加速度是 a， 朝这边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两边的高度啊会变了啊，这边比较低，这边比较高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呢，这是第一点哈，这 part a， 有加速度的时候二倍液面的高度差是什么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怎么求这个高度差啊？怎么求高度差？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液面跟这个地方的压力有关啊，你高度不一样，当然这两边的压力就不一样了啊。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压力不一样，那就表示朝这边的压力跟朝这边的压力不一样了。那它乘上这个面积，假如这个哈乘上一个面积的话，就变成力啊，啊，向右边的力跟左边的力不一样，它的合力就不是零啊，于是就会产生加速度，它会产生加速度。所以我们就倒过来算啊，你有这个大，有这个加速度，这个物体有这样的一个加速度，那根据牛顿第二定律，那一定是这个物体，我们看就看这个长方形哈，啊，这个圆柱体啊，它的质量产生一个加速度 a， 那一定是这两边受的力不一样啊，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啊，根据牛顿第二定律。好，这个力是多少呢？就是 P1A 减掉 P2A， 是朝 X 方向啊，朝 X 的正方向啊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力的来源。好，力的因是这个，它有什么果呢？就产生 MA， 质量乘加速度。这个质量是什么？质量就是这一段的质量啊，它等于密度乘上面接面积乘上长度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就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来的哈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两边把 a 消掉的话，我们就会得 p1 减 p2 等于 rho la。哈，这里我们还是看不出来这液面差是多少啊，可是我们根据帕斯卡斯law知道，这两边的液柱的底端如果受的压力不一样的话呢，那它液柱的高度就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再用帕斯卡斯law啊，我们就知道假定这 P1 就是靠底端的压力了啊，它等于 PA 加上 rho gy1， 好，这个 P2 呢是等于 PA 加上 rho gy2 啊，于是啊，好，于是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合并，就是 P1 带到这里去， P2 带到这里来啊，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。
然后这边化解一下 PAU 消掉了，就等于 Rho G Y1 减 Y2 等于 Rho LA、啊、Rho 可以约掉、啊啊、那 H 呢就是 Y1 减 Y2 它就等于 LA over G OK、啊、这就得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式子、啊、我们要把啊，这个原理用上去，啊，原理用上去。刚刚我们说了，它为什么产生加速度？因为这两边的力不一样啊。这两边的力不一样，这力从哪里来？就是，当然外面在推它了啊，有人在推它了，啊，这两边的力不一样，那就表示这个翼柱在这边的压力跟这边压力不一样了。啊，翼柱的压力不一样，就会影响到翼柱的高度。这是根据 Pascal's law， 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两个，一个是牛顿第二定律，一个是 Pascal's law， 就把这个问题解出来了啊。好，我们看 Part B。Part B 是说，同样这一个 U 型管，它绕着左边这个管，以 Omega 的角速度在转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变成这一边的翼柱，翼面上升，这个翼面下降，啊，有一个高度差，我们要求这个高度差是多少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想啊，当你把这个 U 型管绕着这个地方转的时候，转的时候啊，那每一个地方都在做转动，转动的物体一定有一个向心加速度，一定有个向心加速度啊！没有向心加速度它不会转的了啊！既然它有向心加速度，这个向心加速度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向心加速度那就是由于这两边的压力不同啊。那我们在这里，于是在这里就取一个距离这边 r 远的地方，取一个 dr 长度的啊，它的面积是界面积是 a 啊，这个体积的基数，这个质量啊是等于 dm， 质量是 dm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来看这个啊，根据牛顿第二定律。这个物体要旋转的话，那一定是这两边的力不一样，就是有个向心力了。这个向心力是什么呢？就是 normal force， 就等于 P 加 dB 乘 A 减掉 P 乘 A 啊，这个是力的来源。好，力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等于质量乘加速度dm 乘 an， an 就是向心加速度啊， dm 是这个质量，它是等于 rho a dr， 密度乘上接面积乘上这个长度。向心加速度呢是在 r omega 平方啊，因为它的转速啊大家都是 omega 啊。好，从这里头我们把PA 约掉，我们就得 DP 是等于这个啊，那就是说这个距离就是这个基数两个表面相距是 DR， 它就会有一个压力差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压力差是多大呢？那就是积分呢，对不对啊？积分呢啊 ，r 等于零的时候，啊，假定是 p1，r 等于 l 的时候，从这里到这里是 l 啊，假定这个这里是 l 的话，那就是啊 p2。好，于是积分积出来 ，p2 减 p1 等于这个，这是根据什么来的？牛顿第二定律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这边的压力是 p2。这个压力是 P1 了，那么这个压力呢
又跟这个译注有关啊，因为你这个压力不同啊，所以译注的高度不一样，这就用 Pascal's law 来算啊。 P1 等于 rho, PA 加上 rho GY1， P 这个 P2 等于 G rho A 加上 rho GY2 啊。于是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值。从这里我们就得到啊，这个高度差 y2 减 y1 是等于 omega 平方 l 平方 over 2g， OK 啊，这个是翼面的高度。你看到这个啊，我们怎么算这个？我们一定要找到原理来应用啊啊，因为这个质量。任何一个质量都在做圆周运动，做圆周运动的物体一定会受向心力，对不对啊？向心力，那这个向心力是什么啊？我们就可以用牛顿第二定律啊，把式子列出来，然后呢发现哎，这个压力啊，这个压力跟这压力不一样，那当然这个压力跟这个压力就不一样了，那我们积分就把这个压力差求出来，然后这个压力呢，你怎么知道压力是多少呢？那么它根据 Pascal's law， 因为这是一个静止的流体啊，这个流体以 Omega 的角速度旋转以后啊，它就在这个容器里面就静止了啊，于是我们就可以用 Pascal's law， OK 啊。那么我们要问呢 啊翼面差与这个两个倍的宽度有没有关系？就是说这个直径跟这个直径如果不一样的话有没有关系呢？我们从这里头我们发现了啊，它跟这个截面积都没有关系啊，跟截面积没关系啊，所以说啊，这个高度差呢跟两个翼面差跟管背的截面积是没有关系的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啊，这是个 U 型管，里头本来装的液体是这样子高，两边平面都一样，现在我们用个活塞把这个液面压下一个 Y 米高，这里压下 Y 米高呢，这个地方就上升 Y 米高，所以同一个高度的翼面啊，这边要比它高出这么多来啊，这么多来 OK， 然后我们知道这边压力比这边大啊。好，当我们把这个活塞一下子拿掉以后，好，这个压力就往下压，于是这个液体就在这个地方震荡，假定没有摩擦力的话在这里震荡，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震荡运动是不是减斜运动啊？啊，这是平同高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往下压的时候 Y 米高，这边就上升一个 2Y， 对不对？上升个 2Y。 好，就在这一瞬间我把这个活塞拿掉，就在这一瞬间啊，我们看一看这个物体受多大的力啊，这个物体受多大的力，因为这边压力跟这边不一样嘛啊。好，右背翼面比左背高出 2Y， 所以左背翼面的压力，左背翼面的压力是 PA。好，那么右背啊，同一个水平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取一个同一个水平的地方来看，这边是 PA， 这边呢是等于 PA 加上 rho G2y， 对不对？这边压力，右边压力比左边的大。好，那么它瞬间的总压力就是这两个压力差乘上 A 呀、啊。压力差乘 A。 好，
那我们看到，我们看这个面，这个历史，你刚刚往下压一个 y， 就是说这个 y， 你把这里当作 y 等于零的话，啊，这个是正 y， 结果这个历史朝什么方向呢？朝这个方向上去了，啊，所以，啊，它是朝这个地方上去的啊。好，那么它是等于什么呢？啊，两倍的 y， 它受的力就是这么大了。两倍的 y 乘上 rho ga，rho 是密度，啊 ，g 是重力加速度 ，a 乘二 y 就是这个体积了啊。它这个地方所受的总力就是这么大，啊，总力就是这么大 ，OK。好，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，F 要等于 ma， 啊 ，ma，m 就是整个啊，那个这个 L 是从这里到这里整个溢柱的长度了 ，rho g rho al 密度啊，这个就是质量 ，a 就是什么？因为它现在这个改变就是 y 在变动了。所以 a 就等于 d 平方 y over dt 平方，啊，这两个相等，因为这就是都是指它的合力啊，啊，这是合力的来源呢，啊，这是合力啊的结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就这两个相等，我们就可以得 dy 平方 y over dt 平方加二 g over l。啊，等于零啊！这个式子我们很熟悉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常数？所以啊，哎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简谐运动，啊，简谐运动，这是简谐运动的标准的一个微分式啊。我们现在令这个值叫做欧米伽平方，好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周期震荡周期是等于 two pi over omega， 那就等于 pi 乘上根号二 pi。啊，二 l 二派 ，OK， 这个二乘进去了，没错哈，就二 l over g， 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刚刚所讲的就是流体静力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，叫做 Pascal's law， 啊 ，Pascal's law 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密闭的容器里面，我们应该这么说。在一个容器里面装有某一种液体的话，那么液面下任何一个深度的地方，它的压力都等于啊 PA 加上 rho gh 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如果这是一个密闭的容器，你在容器的任何一个地方加一个压力的话，这个压力会传到每一个地方哈，这个是 Pascal's law。现在我们看阿基米德原理，这是关于浮力的一个原理。物体浸在流体中会受到一股向上的力，啊，这个力等于物体同体积的重量，啊，这个力我们就称它叫做浮力 ，OK。啊，叫做浮力。好，这个现象我们就称它叫做阿基米德原理。这个现象叫做阿基米德原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，啊，这是一个水槽，某一种液体啊的一个容器，你都装满了某一种的液体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就在这个液体里面呢，啊，画出一个轮廓，其实这还是液体哦，还是同样的液体哦。好，那么我们说这个轮廓所围住的这一块液体，它不动嘛？不动的话，它一定会怎么样？受力嘛？这个力一定是平衡啊。那它现在受哪一些力呢？我们把力找出来，好，重力。
这都是水啊，都是水的话，它的密度很均匀呢、啊，所以呢，它的重力一定从它的几何中心下来，这是 W。然后啊，它没有下沉，没有下沉的话呢，那它就会朝上面有一个力，朝上面有一个力，这个力啊是什么？就是浮力啊，就是浮力 ，OK， buoyant force。好 ，buoyant force 啊，就说这个力是什么？我们先不要讲是 buoyant force， 就是说这个地方一定受很多的力啊，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力啊，就是这个其他的分子给它的力了。这不像一个点哈 其他分子给它力都是对称的啊。现在有很多的力，这个力啊就是 sigma f 啊，向上，就是这两个力。那因为它都不动，没有移动，没有位置的改变，所以它的合力等于零，这是根据平衡第一条件。好，那么这个 sigma f 呢，我们刚刚是说啊，就是其他的分子给它的力啊，有向下的，有向上的啊，合力，我们就把这个合力啊，这个力我们就称为这个物体的浮力啊，浮力 buoyant force， 浮力，我们 f 就称为是浮力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得到浮力等于什么？浮力的大小跟物体的重力是一样大啊，不跟这个水的啊 ，fluid， 这是 F 就代表某一种的液体啊，跟这个液体的重力一样大 ，OK， 啊，方向呢跟它相反。啊，它的方向朝这里，所以这个方向呢，啊，大小跟它一样，方向是朝上。而 WF 就是这一块水的质量，就等于啊，重量等于它的质量乘上加速度 g 啊，而质量呢又等于密度乘上它的体积。这是它的体积哈，所以我们就发现啊，这个浮力啊是等于什么？假如你有一个物体跟这个轮廓一样大的话，那么这个水呢，它不认得你有没有物体哦，反正你轮廓是这么大，它给你的力就是这么大，浮力就是这么大啊。浮力等于什么啊？等于这个轮廓里面装了某一种流体的时候，它的重量，啊，重量。好，那么另外我们说，这个浮力啊，跟重力它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，啊，因为它只有两个力嘛，两个力平衡的话呢，一定是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而且有相同的作用线，就是有相同的着力点。OK， 好，但是实际上的物体呢，这刚刚那个是轮廓，它实际上的物体在这里，它的浮力还是这个，因为它的轮廓是这个，谁只认得你的轮廓，不认得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可是这个真正的物体啊，它不见得是均匀分布的，任何一块石头，它都不见得是均匀分布啊。所以它的重力可能在这里啊，那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它的重力跟值跟浮力啊并不会相同啊，着力点不相同啊，并且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重量跟刚刚里头装了某一种液体的重量不一样啊，它是等于B 是等于这个轮廓装了某一种的液体的重量，可是现在重量是这个，
这两个不一定相等啊，所以它不等于零啊。啊，不等于零的话，那我们就看，啊，我们看这个力都是向上哈，啊，都是朝 y 方向啊，但是 b 的力浮力加上这个物体所受的重力，啊，这两个力合力等于另外一个力，叫 w b prime。好 ，WB prime 就是什么呢？就等于这个物体啊 ，WB 是这个物体在空气里头的力，重力啊，这个是这个物体在水里，在这个液体里头的重量啊，液体里头的重量，所以说它的重量呢，啊，比真正这个物体的重量啊，要减少了一个浮力。啊，减少一个浮力，看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物体在某一种液体里面的力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啊，把这个式子写一下啊 ，WB prime 向下的要等于 B buoyant force 向上，再加上一个真正的这个重量向下啊，减掉，这是减掉了啊，这个。其实这是加了啊，加，不过我们这方向写出来，这就是负的 y 方向。好，那么我们得 w prime 要得 wb 减 b， 这跟这个不一样啊。你看这个力，这个都有一个箭头，这是向量式，这个只是大小 ，OK 大小。你也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，正的就是向啊，正的，因为我们都已经变了啊，应该是这是负的啊，这个也是负的，这个是正的 ，OK， 不，现在我们就看它是大小好了。那就是说，在某一种液体里面的物体，它的重量比没有泡在这个液体里面的重量，比真正的重量。要减少了一个浮力的一个大小啊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画出来 ，B 是等于 WB， 把这个拿过来，这个搬过来哈 ，WB 减到 WB prime 啊，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呢？啊，等于啊，因为它减少的力就是浮力嘛。就是同体积的翼重，同体积的翼重，这是浮力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两个结论啊，物体在流体中所减轻的重量，它的大小等于浮力 B 的大小啊，减轻的重量就是浮力 B 的大小。如果这个物体的密度比流体要小的话，它不会沉下去啊。比如说它只沉一半，好，那么浮力就是这一半的这个液体的重量啊。所以如果密度比流体小的话， V 物体近于流体表面下， V 这是 V 是物体，是为物体近于流体表面下的这一部分的体积啊。所以你这个一块木头放在水里面，它的浮力是什么？不是整块木头的这个质，这个体积的质量，是在液面下面这一块体积的啊，跟这个体积相等的这个流体的质量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，这是一个磅秤。上面摆了一个水槽，本来这个水槽会有个重量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在这里头啊，套上一个重物，这个物体不是掉下去，不是整个掉下去，而是用个绳子吊起来，啊，让它悬空在这里。那现在这个磅秤的，啊，磅秤的这个读数是多少？磅秤的读数是多少？
那首先我们就这样子看，我们单单看这个物体，单单看这个物体。好，这个物体的外力有哪一些呢？啊，我们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整个力学都要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啊。啊，外力，比如重力，我们第一个看的是重力，重力一定啊，在它的，假如这个物体是，质量均匀，就是几何中心。好，我们当作它均匀好了，质量的中心。然后这个泡在水里面的物体呢，会受浮力，对不对？浮力也是朝上。然后这有根绳子，绳子有个张力啊，也是向上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物体泡在水里面，这个物体所受的力。好，这个物体在这里现在平衡了，它不动了，不动了就根据平衡第一条件啊，三个力是和呀等于零，这是 Y 方向的，向上的力加上向上的浮力啊，减到 W 等于零啊，所以呢 T 加 B 就等于 W 就是这个物体的重量啊。那么就是说张力加上浮力啊，加上浮力等于物体的重量。现在我们把整个这个磅秤啊，这水槽，整个水槽连这个物体当作一个系统，再来看一看它受的力是什么啊。啊，这个时候有什么力呢？有这个物体的重力，这个 W 就是这个水槽里面的水跟这个容器的重量，叫大 W 啊，大 W。这是两个力向下的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水槽受了这个磅秤上顶的一个 normal force， 就是用 S 来表示 normal force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，啊，这是一个系统啊，这是一个系统啊，啊，就是 T， 啊，张力 ，OK， 张力 ，OK。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算浮力呢？没有算浮力，因为我们是整个系统，这当作一个系统，浮力只是它里头的一个内力，液体给它的力量，同理它也有给液体的力量，这两个抵消了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是不看这个内力 ，OK。好，那么。看这个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向上的力有这两个 T 加 S， 向下的力是这两个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得 T 加 S 等于小 W 加上大 W。 好，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减一减啊， B 式减掉 A 式啊，我们就得 S等于 W 加 B。 S 是什么？ S 是磅秤给它的力量。那反过来就是说，这个磅秤这个系统给磅秤的力就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往下压，那这就是磅秤所指示的重量啊。这个重量等于什么？等于水槽整个的重量再加上这个浮力啊，浮力。这时候物体没有整个在里面了，没有整个掉进去啊，它是悬浮在这里，所以是等于浮力啊。所以磅秤的读数比物体的重量大，而增大的量就是浮力的大小。OK， 啊，这个是这个例题，这个例题是说有一根细的木棒，像这个，它这个底下呢。镶了一块小铅块，于是这个木棒就能够竖的浮在这个面上面啊，浮在这个水上面。然后啊，我们从顶上往下压一个 Y 尺高 ，Y 公尺高，
在放手的时候，这个木棒就在这个地方震荡。现在要问，这个震荡是不是简谐运动？如果是简谐运动，那么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先解。啊，在这个浸在这个水中还没有压下压的时候呢，它现在保持平衡，啊，平衡，那就说它不沉下去，也不再浮上来，啊，就浮到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是它平衡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的外力画出来，它只有一个重力，全部的重力 W， 啊，因为它底下有一个小铅块，所以 W 的这个着力点就往下移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浮力，浮力就是在这个体积的正中间。好，那么这两个力根据平衡第一条件，它平衡了，于是就是合力等于零。向上的 B 加上一个向下的，就是减的 W 等于零。那我们就得这时候的重力呢，就等于它的浮力。而重力是什么呢？是 mg， m 就是这个整个棒的质量啊，密度乘上啊，这个是用浮力来算的哈，因为浮力等于重力嘛哈。那浮力的话呢，就是排开同体积的这个液体的重量啊，同体积的水重，那么就是 rho 乘上 l 乘上 a。A 是这个切面积乘上 G， 好，要记得这根棒的重量呢，就是等于这个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将木棒压下去一个 Y 公尺高 ，Y 公尺深，然后放手，这一瞬间，我们把这个dynamic equation 写出来。好，它的合力就是现在因为它。下沉了一点面体积啊，所以它的浮力呢跟这个不一样了啊，是 B prime， 然后 W 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它就是 B prime 减到 W， 这是合力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它不等于零哦，它不等于零了哈，因为。这个浮力要比这个大啊！好，那么它等于什么东西呢？就等于多出来这一块的浮力啊，因为原来是这一块嘛，现在变成这一块，所以说，这个减这个，它就是等于 rho g a y 啊，这一块的这个质量啊，这一块的重量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是它的力的来源哈，力的来源。现在我们从牛顿第二定律来看啊，这个力合力要等于 ma，m 呢就是这个 m 啊 ，m rho l a 再乘上 d 平方 y over dt， 因为 y 我们以这个作为参考点的话 ，y 是向下啊，所以是负 y。好，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就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啊，写成这样子的，就说这两个相等嘛，这两个相等就是这个要等于这个嘛，于是就写成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式子里头，因为这一项它是什么呢？啊，它是常数，所以这个微分方程。啊，它就是简谐运动的啊一个标准的微分方程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判定说木棒的振动啊，它是简谐运动。好，既然是简谐运动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常数是等于欧米伽平方啊，那么它的振荡周期呢，就是 two pi over omega。就等于二派啊根号 L over G。
好，现在我们看一看，根据这个，根据啊，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浮力定理，如果我们用的造船的话，造一艘船，这一艘船浸在水里面的体积是这个，水的体积，这是船的重量，这是浮力，浮力一定在这一块体积的几何中心呢、啊？啊，船的重量就是整个重量嘛。那么我们要造船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重量、重心要坐在浮力着力点的下面，这样船才会稳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如果船倾斜一点的话，你看倾斜一点，这个还是不动啊，这个就偏到这边了。于是它会产生一个力矩啊，要把这个船扶正，啊，船扶正 ，OK？ 你偏这边，它就扶这边；偏这边就扶这边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W 的重量，这直心啊，这 W 的重心，做的比这个浮力的着力点更高的话，就糟糕了啊！你船偏这一边，结果它。W 在这里，这个力矩是什么？要让船更加倾斜，所以这个船呢，一直会越来越斜，越来越斜，一直到啊、船翻掉为止啊。所以这个浮力啊，物体浮力的着力点，就是物体浸在水面下，物体就是这个船啊，就是物体。浸在水面下体积的几何中心，这一点我们称它叫做浮力中心，啊 ，center of buoyancy， 啊，那么这个这一段话就是说，你这个船的重心一定要坐在浮力中心的下面。